那因为有一两位可能不是先前没有提到说有跟刘学英老师有像这样的缘分，所以呢就是刘学英老师他现在本身是在台大的身心啊，或者在教书啊，那然后自己现在在做研究啊，这里其实也不是我们这里啊，那所以呢，我想现在就把时间先交给你，因为你准备了要讲。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到9:30，那大约在9:30之前，最慢9:30之前15分钟，我会跟老师说，可能差不多要留一点时间。那所以大家至少会有15分钟的时间，有问题的话可以那时候提出来。好，那如果9:30之后，我会先喊活动，先喊停，就先结束。但是大家可以有时间在这里跟老师讨论这样。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刘老师。西方的摄影的街拍的历史，大概有5个章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5个章节需要讲3个小时，那还会压缩到台湾接待台湾的时间，所以这5个章节我就简要的天选，2人4，但是5个章节由我先介绍一下，第一个街道摄影的源头与商业盈利的50年。1840年到1880年，第二个，街道摄影的开始与相机普及的30年，1890年到1920年，第三个，街道摄影的勃发与世界动荡的20年，1930年到1940年，第四，街道摄影的恢复与人文精神的30年，1950到1970年，最后。街道摄影的发展与数位纪元的30年，1980到今日。我们今天讲的是街道摄影开始跟相机普及的30年，街道摄影恢复人文精神的30年。街道摄影的变革，摄影这张图从1839年问世之后。到了1880年代的时候，街拍才成为可能。那之前为什么那么困难？因为之前的底片上面的感光轨迹，感光的速度非常非常慢。当你要从事街道摄影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且它很相机，因为底片很大，相机就跟着很大。那怎样让相机缩小？唯一的办法就是
渐缩小。李俊在1880年代的时候，1888年的时候，各大软件公司，一个新的发明，问世，它可以让底片透过散热度来取代，本来里面是模拟，很大的一个模拟，之后散热度可以这么小，散热度跟台湾的关系非常非常深，全世界。散热过的原料就是樟脑，全世界70%的散热过的原料来源就是台湾，台湾跟世界摄影的关系就是从这个原料开始。那软片缩小了，相机跟着缩小，各大相机的广告，他说你只要负责按下那个按键，其余的交给我。你只要按下了按键，全部按完之后，十几张、二十几张按完之后，你把整台相机拿到各个充电站，整台相机交给他们，几天之后，他整台相机还给你，里面放新的软片，然后把你照好的照片冲印好的再给你，所以非常非常方便，然后它有多小的，就像图中所示的。掌中型，这样子发起来，跟我们今天的一般的相机已经差不多了。侍女爱用的小相机，就是柯达相机。以前的相机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待会会看到，只能说跟这个桌子差不多，桌子切一半差不多那么大。可是那么大，女生不适合使用，因为很重。当女生开始拍照蔚为风尚的时候，就是各大软片相机问世之后。但是各大软片相机有一个先天的一个劣势，就是它软片很小，然后画质一般。软片如果很小，画质如果一般，你如果要看的时候，你就是小小的。可是没有人小小的在看，你一定要抽成相纸，抽到相纸上去，所以你就必须放大。所以所谓的暗房里面的放大机，也是跟着柯达软件相机的问世而出现的，它需要放大，才会达到我们习惯的相片的大小。否则它是小小的，小小的。比方说图中这个人，他所拍摄的这个。这个结果，那也可以看到他的报道，他是一个女性在拍的，一个女士，从报道当中可以看到是女士在操作这台相机。相机继续普及化，专业摄影普及。如果每一个人都会拍照，每一个人都有各大的软片相机，那专业摄影师几十年来，这么多的装备，他靠什么？靠什么糊口？所以，专业摄影的危机出现了。图中这个人，乔治伊斯曼，就是柯达软片，的相机的发明者，在船上被人所拍下来的景象。当然，通过放大器之后，它能够放出一般相纸的大小，否则就是小小的。相机，田野相机。专业相机是这么大台，扛了一部坦克车在手上。专业相机与业余相机的分裂，专业相机不能被取代的原因，就是因为专业相机它的印晒的过程，它是原尺寸大小，全片的意思，它是原尺寸大小，它底片就这么大，它底片就这么大，刚好，它底片这么大，所以它。印晒的方式是接触印晒，直接碰触跟相纸碰触在一起，印晒它不用经过放大，所以它的效果非常非常好。抱歉，可以问一下，说那个全片幅的大小大约，大家都是说大概数字。一时没有去OK 好掌控住。嗯。因为各个底片的大小不一样。即使是软片，它的大小也是有各式各样的大小。
原来全片我们相机的画质会比较好，而透过放大的当然是差一点点的。1900年代，真实的影像影像某种年代的尾声，在过去看过相片的人比较少，所以他面对相机的时候，他不知道要稍微梳理一下，稍微摆出自己最好看的样子。现在的人因为都知道影像，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一遇到有人相机对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自然表情就不见。所以到了1900年代，也开始接近真实影像的面容的尾声的这些某种的眼神，慢慢都消失了。随之而来是每个人都懂得在镜头前面摆出自己不真实的影像，最理想的影像，英雄式的影像，贵族式的影像，美女的影像，反射相机。相机以前的相机基本上它不能完全的透过镜头，除非它透过镜头是构图，除非它是在人像的相机在欧洲式里面的人像相机它得围着一块布然后在里面先构图好，再把里面藏进去。可是如果你在外面的时候这个是很大费周章的事情所以后来1910年代的时候有开始有反射相机，就是里面有一个字阀，它就像潜望镜一样，你从上面看，它那个字阀45度，那个遮光的那个字阀45度，挡住后面底片，让它不要曝光。这个时候透过字阀上面的镜子，可以看到真实的框景，一模一样的。接着你按下快门，那个字阀挡住你的视线，它通过光到底片上面去，然后完成了这个快门的瞬间。而这种相机是专业相机，它能够精准的构图。一般的相机它的观景窗都在上面，都有差距的。那你只是大略的构图而已。顶尖的 AI 作品开始出现了。比方说，石川溥的《华尔街》，像这样的作品，就是当时最顶尖，也是顶级相机的杰作。照相巧妇，本来在街头上游走的人们，他们就是，会推着一台车，在公园里面，在街道上面帮人家拍照。他们是最早期的街拍子，他们就是盈利的小贩，他们就是街拍子，当然街拍对象，跟我们今日的不一样，我们今日的街拍对象是陌生人，当时的街拍，街拍者在盈利的过程当中，就好像摊贩一样，你钱给他，然后帮你照相，这样的街拍，慢慢的到1910年代也有这种无人的，徕卡原型机最早街拍作品。徕卡相机在1925年普及，开始有量产，但是它的原型机在1914年就已经开始在研究了。研究的人他带着这台相机，原型机，全世界都还不知道有这台相机的时候，他去试照的作品，画质已经相当好了。超现实主义，还不知道徕卡的相机的这些摄影家们他们还是扛着所谓的这些专业相机到处的去购买。这个时候也是西方思潮进步很迅速的时候，大家都接受了弗洛伊德的伪科学的精神分析的学说都认为说这个世界都是不真实的，因为大家都把真实的一面隐藏起来。但透过意识的筛选，每个人都跟人家的对话，每个人的仪态，都透过意识的筛选，而变成不可靠。那超现实主义呢？他就选择一个颠倒的方向，他去拍不可能的事情，去拍梦境的感觉，去拍下意识的感觉，去拍无理不合理的景象，反而
反而这个是真实在哪一边呢？至少说他知道说这个是，哦，这个不是真实的世界，哦，真实的是在那一点上面，没有人见面。他写，哦，这个人他是最早，哦，被公认，哦，是世界第一位真正的接拍者，已经不是公园里面那个摊贩了，也不是拿着沉重的也不是拿，也不是外面偶尔为之的这些摄影家，因为他太沉重了，相机太沉重了，他们宁可去做其他的拍摄，例如拍建筑，成为拍建筑摄影，或者拍旅游摄影，但是只有阿杰这个人，法国这个人，他对街拍竟然有兴趣。他一开始都街拍什么东西呢？街拍一家店面。左边的这张图，我们就可以判读说，这里面的故事性在哪边？阿杰把三脚架架在哪边？他是用的是专业的相机，三脚架架在哪边？然后呢，对着地面，他想拍那个船的那个门口，那个景象。然后呢，其中有一个人逗留了有点久，他可能在好奇他在做什么。当然知道是相机的，那可能好奇说你在拍我这边什么东西，他的影像停留一下子，后来他又离开了，所以里面有人的互动。我刚才一开始说的人文主义思想的诞生在摄影里面，就是从阿杰的作品开始，他是摄影界里面第一位人文思想的摄影家。人文思想很困难，人文思想是很平凡的一件事情，人文思想是说对人的尊重，而且是对陌生人的尊重，对陌生人的人性的尊重。阿杰，这个时候的阿杰，他拍的是陌生的店面，偶尔会看到陌生人，阿杰还是继续喜爱拍这些店面，所以他拍的时候，店面里面的人会好奇，就停留在门口看着他拍。就因为停留时间够久，所以影像就逐渐清晰起来。可见这个时候的布光的过程是缓慢的。你只要待了多久，就像左边的，就像鬼影一样，人离开了，而你稍微待久一点，就像右边的。阿杰在拍左边这张的时候，他不小心把自己的影像拍进去，看到他自己的一个脚架。在布，他在台上，当然有一个好奇的，里面的一个店员出来看。后来他拍这些店面的时候，他就懂得避开自己，就是他写的。但我们知道他的理由，是因为他的旁边还是不小心露出了脚架，他是极力的避免脚架，极力的避免这个自我形象的塑形。他喜欢拍店面。阿杰是他，他的作品开始出版，1930年的时候才出版，他拍了30年才出版他的第一本作品。他的作品是这个样子，他拍街道上，的一般人，拍街道上一般，盲眼的女儿，可能跟着他父亲和姑姑，拍这些店面，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赫特兹，是第二位人文思想的摄影家。这个人文思想摄影家就是刚才那位超现实主义者赫特兹，开始用自己很主观的观点来营造这个平凡的世界。他可能爬高，他可能透过一个歪张的角度，他可能把不相干的画面把它结合在一起，比方说右边这个，而营造一个偶然的一个巧合，鸽子飞起来，前面有一个时钟，不明就里的一个景象，他的作品，赫特兹超现实主义的哲学关系啊，所以他连他的自拍像，他都通过凹凸镜来拍，他不要真实世界的影像，因为太虚伪了，他宁可拍一个
细致的蒙骗过去，我知道他的影像，知道是过去的，然后看作品，看作品欣赏。哦，这个时候因为相机，哦的速度没那么快，所以你在拍脸的时候，你的互动时间就比较长。哦，比方说右边的这这影像，哦，他跟他们拍照的时候，想必是待在他面前待了一阵子，哦，也跟他聊上几句话了。对陌生人、对一般人、对平凡人的兴趣，只有在街道摄影里面出现。那其他的人像摄影都称不上是人文摄影，建筑摄影当然不是人文摄影，旅行摄影也不是啊，战争摄影也不是啊。报告摄影师、新闻摄影，有些是，有些不是。有些画面残忍，有些画面讲究效果，那个不是。有些关怀弱势的，那个是。但是人文思想在摄影里面的最早期，就是透过柯震志、透过阿杰这两位，从他们的影像当中开始。街道摄影的恢复与人文精神的三十年，接着在二战结束了，原定性瞬间摄影集出版，这是卡地亚·布列松的作品。最重要的街拍流派，纽约派出现。纽约派有时尚的摄影，有街道的摄影，还有其他类别的摄影，但是纽约派里面有好几个人物都是街拍摄影的顶尖的明星级的人物，所以纽约派就变得很重要，因为它还影响到日本的拍摄风格。纽约派最重要的拍摄的摄影出版，罗伯·法兰克的摄影集出版叫做《美国人》。罗伯·法兰克是对是。移民到美国的摄影家，他拍的作品就是非常的平凡。比方说卡地亚·布列松，刚才所说的决定性的瞬间出版，卡地亚·布列松认为在某个时刻的时候，有些构图会产生极度有意思的画面，那个时候你按下按门，那个叫做决定性的瞬间。那罗伯·法兰克呢？他持了颠倒的想法，他认为每一个时刻点都是重要的。他就不再去追求某个特别戏剧性的一个落点，他每个时刻都可以成为一个画面。日本街拍者出版写真集，图文泉，日本的最早的街拍者，也在1960年代出问世他的作品。彩色街拍者出现，莱特，我们在脸书上常看到，其实常看到莱特的作品，我们都以为他很小，很被考古才出土的，然后很不重要，其实莱特是很有名。只是在脸书的时代里面，大家传骗莱特的作品，传骗了他的作品。他在街拍的摄影当中是有位置的，已经受过肯定，不是今天才发现他的。他很早的时候，用长镜头在拍街景，他有时候坐在店面里面，拍外面，但是因为是长镜头的关系，他的角度就很小，很小，所以前景、中景、后景是压缩在一起。那如果广角镜头呢，就很宽，所以前景、中景、后景是很远的，是很广阔的，所以他的作品是很害羞的作品，远远的拍，而且可以看到不同的街拍者他有不同的个性，有的喜欢看远，有的很害羞，有的很有自己的主见。摄影家少年时期作品出版，摄影家不是都是。年轻人专利，拉提格这个摄影家拉提格，他
小时候就开始拍，结果美国帮他展览的摄影作品，摄影展的时候，是他很老年的时候展览小时候的作品，他小时候的作品比他之后的作品还要重要。这是他的追尾的照，追尾的画面，第一张赛车追尾的镜头，连追尾到那个轮胎都斜掉了。日本接拍的巅峰年代，1971年，深山大道，这一批人，这是新的开始。他们都受到纽约派的影响，罗伯凡克的影响。苏宁与香草的彩色金孩子，1970年。1950年到1970年，这段时间就是人文精神最高涨的年代，因为刚经过二次大战的这个痛苦，人们需要恢复人的恢复对人的尊重，所以常常在摄影的意识的态度上面充分的展现了对一般人对普通人的同理心啊。有时候他们通过高尚的技巧，拍这些街上的小朋友，他正在吹笛子，结果笛子的乐章刚好浮现在后面的田野的风景里面，画面的分割，也有摄影家前往中国，去拍文化大革命之前刚好还没有改变的中国的那个社会，比方说这个包队的。最高的所拍的文革前的中国，前一年文革前一年的中国，他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没有偏见的一个态度去拍不同的国家的人。野性的美学，我们刚才说纽约派，纽约派不只是街拍，也有像这个艾凡登这样的时尚摄影家，但是。很明显里面就是有纽约派的气氛。纽约派很直接，他直接就像排骨，很直接，有一种有一种很硬的硬性的一种态度，这种野性的这种风格，或者是暴力的这种美学，在纽约派的作品里面非常多。一旦去拍时尚的话，也有这种野性的风格出现，人与大象之间能够构成一个画面。次文化群，街道上不是只有一种族群，各个族群都有。有人对有些弱势的族群有同理心，有些人对青少年好奇，就会随着自己的取向去拍不同的特定的族群。伊万·菲根，这就是莱特。网络上经常看到他的作品，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纽约派的摄影家，而且是彩色的。我们是因为他是彩色的关系啊，经常印象特别深刻。主是会有罗伯·凡克，摄影界的鬼才。如果说跟他相反意见的卡地亚·布列松是摄影界的天才。罗伯凡克就是摄影界的鬼才，两个齐名啊。那为什么叫做天才鬼才？那个卡地亚·布列松他本来不会拍照，他本来是画家。有一天他看到别人拍的照片，他吓一跳。摄影的境界竟然已经到这个程度了。莱卡相机问世，莱卡相机问世之后，摄影可以构成画面到令人惊叹的程度，他就。丢下他的画笔，不再画图了，开始拿起莱卡相机拍一辈子，直到晚年才重拾画笔。所以他是天才，因为没有人教他。那鬼才是因为他颠覆了所有的摄影的规则。本来主角应该是左边，主角应该是明星才对啊，他反而把主角放在粉丝上面，对焦在粉丝上面，这个就是颠覆。既有的概念，或者他拍决定性的某个瞬间，他拍很平常、很环卫的
无聊的瞬间，这也是罗伯凡德的性格，他是很叛逆的，他是影响日本最重要的摄影家之一，拍美国国旗挡住人脸的那个几炮，那个也不是所谓的决定性的瞬间，在他的想法里面，每个瞬间都是决定性的，没有特别哪个瞬间独一无二。这是凡德，巨星一般的一个摄影家，他的美国人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摄影机，他的作品。暴力美学，纽约还有很多很强的这些摄影家，其中有一个最明显有拍摄这种很强硬风格，就是克莱恩，他的画面的构成也是很随性，而且很直接的，而且很快。比方说左边的，那右边的更不要说了。街头顽童拿着枪，直接对着摄影家指向他，拍下那个瞬间。画中的画一样的，他这些纽约派，他们都是很叛逆的。明明人家是情侣，你就拍一下情侣，他还拍一个路人甲，结果那路人甲反而变成主角，这就是纽约派。克莱恩，克莱恩的作品，克莱恩的作品。黑帮的影像，街头上也有黑帮，没有多少人敢拍，但是这个布偶他喜欢拍，这个，负面的英雄啊，黑暗的英雄型的，比方说，黑帮的影像，比方说强人，这些独裁者，日本的摄影家也开始出头。木村一因为精神的表现，开始对人的追求不只是一般人而已，他们对于知名的人士，比方说毕卡索，也拍他们的生活的人家不为所知的一面，而不是镜头前的那个假象，所以他也跟着去拍毕卡索的生活。关照少数，阿布斯，也有女性的接拍者，非常重要，就是阿布斯，她的同理心已经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了，她能够同情同志，能够同情畸形儿，能够同情那些残缺者，也能够同情一些身体有疾病的患者，比方说身上长很多毛发的人。他最后还跟这个毛发的人成为同伴同伴。接拍自我，我的角色在哪边？弗里德兰德，他喜欢把自己的影像落入别人的背后。他很调皮。他喜欢在街道中看到他自己，他喜欢他的影像出现在街道当中的一部分的作品，显然也是重要的揭牌者，作品形式。突如其来，温沃格兰德，他喜欢突如其来的照片，突如其来的画面，他也是揭牌者，突如其来抱出一只小牛。他就把它捕捉下来，或者是奇怪的画面，所以我们今天对于在街道上拍奇怪的画面，比方说比较少见的人抱着猴子这样子，它的最早的根源其实就是超现实主义。刚才所说最早的人文精神的两位之一，克勒是他的作品的起源，所以我们会认为街拍里面。你拍一般的有它的起源，你拍特别的有它的起源，都不脱离最早的、最杰出的人文摄影家，他们都是街拍者。
啊，一个人，哦，路过，结果到底我是他还是他是我，混淆了。盗的其实，哦，有人也喜欢拍特殊的角度，例如爬到坦克车上面，哦，去拍坦克车前面的景象，这几个动作。枪决的瞬间，刚才说人文摄影，哦，有哪些类别？报道摄影，哦，通常都是，哦，因为他们会去报道，通常都是人家报道不太关注的部分，都是过程。报道摄影通常都是，但新闻摄影未必是。像这样子的新闻摄影，它就不是人文摄影的部分，哦，它是为了要引起啊，哦，引起人家瞩目。走开这个枪决越够的这个瞬间，彩色实景，哦，也开始啊，有些战争的这些摄影，街头的约束，哦，格里菲斯，哦，他拍街上的战争，拍抗议，拍镇暴警察，哦，但是他还是人文摄影家，为什么呢？因为他拍的镇暴警察的盾牌后面那张脸跟我们长得一样，他没有特别坏，他是那个清纯那张脸，哦，清纯那张脸，这就是人文摄影，想办法去找到跟对方相同的部分，而不是把对方拒绝的远远的。战争回来，乱套人，人类的缺陷，拍这些，哦，啊，这些有障碍的人。孩童的哀愁，也有人去找这样的主题。哦，有样学样的小大人。每个摄影家都有他自己的长处，他的啊，他的好，他的兴趣的这个主题。你有这种理性的优美。哦，归类课，哦，拍人，哦，已经一筹莫展，前进也不是，后退也不是，混在水里面的这样的。或者景象，这个幽默感一直在摄影的最早期里面就有。哦，摄影的早期，哦，幽默感是很重要的。哦，特别是，刚才说到摄影的天才，哦，卡地亚·布列松，他也是很有幽默感的人，他喜欢拍啊，幽默的瞬间。啊，这一个，所以你怎么拍？切到脸都切掉了也可以，哦，身体都切掉了也可以。什么相机是很简单？这么小的相机是不是很简单？一块钱大，还是要再大一点？这么大的坦克车相机，哦，还是小一点？这样子都不能当成街拍使用，太困难了。哦，接下来还是要，哦，根据自己能够拿的大小。但是，哦，画幅是越好越好，哦，但是也要你能够承受的重量，你愿意每天背着的重量。接着我进入街拍台湾，哦，街拍台湾1、2、3、4、5就全部放了3个小时，所以我1、2、3、4就好。哦，新生代街拍台湾的实力，哦，我以几位学生先做开场。哦，他们对影像的品质有更高的追求。哦，比方说谢佳玲的作品，他不知道有没有来到现场，哦，可能来不及。他是北艺大，哦，美术系的学生，他的底片只剩最后一张，再从金门坐飞机回到台湾，他就按一下快门把它拍完，回台湾打松懈，就按一下快门的瞬间，大家都在看报纸，下一秒钟回头看他，因为他闪光灯没关。他们在影像上对于多元平等有更多的思考与关怀。黄英杰的作品，哦，谁会对台北车站正中央有兴趣呢？哦，谁会对平权的议题有兴趣呢？他都去拍这些东西。哦，他是一个人文摄影家。杨杰在后面，他就是黄英杰。哦，杨杰他是台湾艺
的选择。他们对于人们的行为有更多细腻的观察。啊，比方说，啊，于雅学的作品，啊，是台湾艺术大学舞蹈系的学生。舞蹈系当然是对于人的肢体的动作是有更直接的了解。什么动作是平凡的，什么动作很特别美。他能够观察到我们可能观察不到的部分。他们即便忙碌于城市，于雅学给大家投一首，他就是于雅学，他的先生。他们即便忙碌于城市，乡愁依旧不减。比方说张雨欣的作品，张雨欣不在乎在现场，还不敢一起过来。他即使在城市里面，这些喧嚣的庆祝的瞬间，他还是没有办法感受到真实的感觉。他喜欢拍乡下的自己的家园，所以他拍的城市，因为工作就学在台北，他拍的城市有强烈的疏离感。他一拍乡下，就变成好像是闻得到那样子稻香的那种感觉。张雨欣是台湾艺术大学广电电影系的学生，他们对于如梦似幻的理想追求从未停止。李佳颖的作品，李佳颖不知道有没有来到现场？没有。夜色一来，所有物体的边缘轮廓都消失了。这个时候，就是梦想幻想占据的时刻，有意时刻。拍的都是很多的夜景。他们创作的出发点来自熟悉的生命经验。黄俊志的作品，黄俊志是台湾艺术大学工艺系的学生，俊志也在现场，跟大家认识一下。他所拍的很多都是老人，他的儿时经验让他对老人有许多的关怀。他随着他的长辈所经过的这些理发店，他可能再去拍一次。这些理发师呢已经更老了，他把它拍下来，或者他看到旁边工作的人带着抖音，这么努力也在看书，大家在看手机，他现在在看书，他觉得很特别，他就把它拍下来。这个也是人文精神的摄影。内在自我与外在世界的对话依旧强烈，这也是他。徐凌奇的作品，徐凌奇也在现场，跟大家挥挥手。徐凌奇是台湾艺术大学视觉传达系的学生。他们年轻人想法跟我们已经不一样了，可是他们还是有很多自己的主张跟传统在连接。比方说，他把家乡的影像跟树叶重叠在一起，透过多重的目光来传达他对既有的视觉的这样子的一个主张。接着是我们示范，孩童们，他们永远做这个事情，没什么事情，就卫生纸。翻的，妈妈去买衣服小孩子没事在外面开东西，也有可怜的孩童没有地方写字，妈妈在卖地瓜烤地瓜，他们只能在电箱上面写功课。对，这边，对，麻烦市场，对。令人我觉得很不舍。有的小孩有玩具构成一些弧度，有的小孩自己的头发构成了像一个波浪一样。有的小孩有脚踏车骑，帽子的孩子还没剪掉，小大人。有的小孩有摩托车骑，饭吃光光，
后来问旁边的那个太太，哦，他很乖，他说呢，他每晚饭都吃光光，一颗饭粒都不剩，他在七楼。有小孩不知道怎么选择，太多了，不知道选哪一个好。在庙里面这么多堂，有的小孩指定他哪一颗马术。哦，哥哥已经发现我在拍他们的，妹妹也发现了，可是她嘴巴说不出来，因为她妈妈堵一个糖葫芦在她嘴巴里面。这个瞬间，有的小孩嘴巴塞的，是还包装还没有拆开的糖果。有的小孩很皮啊，去咬那个母鸡，要说，但有的小孩很可爱，很像牛奶汁娃娃。有的小孩乖乖在爸爸的肩膀上面，有的小孩很皮，像猴子一样，跟他的那个后面那个图案一样。有的小孩累到睡着了，有的小孩还好，不能睡啊，他的抗议的很猛啊，其实也不知道大人在抗议什么，根本没有。有的小孩很害羞，我一拍，赶紧躲到后面去。又想看我到底干什么，要抬他妈。有的小孩很皮，把姐姐的那个衣服拔下来，貂皮的部分拔下来，跟他甩啊甩。妹妹，在看哥哥在玩什么。这哥哥被妹妹吓一跳，竟然把面前打弄出来。哥哥不理弟弟。跌倒了，哎，不理啊，不知道。哥哥理弟弟，不理还好，就是捏他而已，在庙里面捏比较痛。一堆小孩在吃冰棒，亲子关系，他们都在公园做这个事情，没什么，就随便跑跑而已，溜滑梯。溜滑梯，爬格子，玩沙，坐板凳，坐石凳，陪小孩打弹珠，小孩陪妈妈接受访问，抱着小孩，亲子的关系这么密切，不拍下来怎么洗呢？把这个瞬间拍下来，让大家感受到有人类当中是有这样子的，这样的温情的部分，随时提醒自己，要去抱抱亲爱的人，慢慢抱着，自己走，自己跑，长大了，自己跑，爸爸带四天带着全家出游，甜蜜到不行。另外的爸爸报警处理，把女儿抱得紧紧的，全家福了，接着景象，爸爸如此疼爱着自己的儿女，揭牌礼，谁对这个揭牌有兴趣？我们喜欢揭牌的，其实跟途中的阿伯是差不多的。同样的部分在哪边呢？都是喜爱几率啊，几率。谁有兴趣呢？同样关系到几率啊，电动玩具的几率。谁有兴趣呢？街头摄影是对几率的一种喜爱，所谓不期而遇的几率。不期而遇，经常是街道摄影的黄金法则。什么不是街拍？什么不是街拍？模特出外景拍摄是外拍人像摄影，不是街拍。街道摄影同样拍摄外景，同样有拍摄对象，但不是外拍，而是街拍。什么是街拍？街拍之所以成立，是根据街拍者本身的街拍情境在辅。
有没有这个阶段的情境？当毫无干系，他只是路过而瞬间拍了张照片，就像这样，我跟他没有关系，我只是路过拍了张照片。那他为什么这样跑？因为有人要拍他，但是拍那个人他准备了半天，我只是路过，然后接手他的工作，然后我相机拍了一张，我就走掉了。这时所出现的就是接班情境，我的是接班情境，旁边准备了半天的。他不是接他情境的，他是人像摄影，所以不是角色扮演的动漫里相互邀约的外拍，那一张就是接拍的，接拍的，接拍是什么？其一啊，我坐上朋友的车，我拍朋友；其二，我坐上计程车，我拍不认识的计程车司机。前者是我的生活照，我交友圈的写照；后者是街拍。街拍一定在街道上。我今天陪朋友去吃饭，我拍朋友是街拍吗？那是生活照的一种，我与朋友维持友谊的生活片段。这件作品若是街拍，则至少是不能认识对方。我征求老板同意，进去店里拍了张照片。他们在哪？自助火锅。街拍一定在街道上吗？反之啊，中秋烤肉，我在街道上不认识半个人，但我边吃边享受边拍，即使拍到马路正中央。仍然不是街拍，那是某年某月某日我的生活写照。街拍未必在街道上，百货广场、美食街的拍照也是街拍，因为今天街道的风貌已充分延伸到建筑物当中，街拍不严格限定在街道上。我与街拍关系不是我，是每个的我。我与接拍关系，接拍行为显然与自我的我有关系，但我若彻底出现，那还是接拍吗？假设今天那些对象我不认识，且不是我正在参与的场合，但我按下计时功能，人跑进画面里面，那还是接拍吗？当摄影者特意乱入时，是自拍的人像摄影，但若只是倒影反射，面容不太出现，则仍然是街拍。我不认识这位摄影者，一瞬间拍下他的友善，我不需要出现，但我人在现场这件事已强烈地暗示着。我跟他说：“我拍了一张你的照片，我骗他。”他说：“拿给我，我看一下。我说我拍的把你拍的很好。”他说：“我看一下，其实我还没拍。”我拍他要拿我相机的瞬间，我按下快门，那按了再给他。我与街拍关系，同样一台摄影机，今年哪月架在国道上，不期而遇街拍，出每台违规车辆，那是街拍吗？当然不是啊，没有我在现在场这件事，是政府警察机关的监视相机在场。假设我技术太好，我用空拍机拍街道，我人在台北，遥控到淡水，于是一路狂拍，拍个没完，那是街拍吧？那是空拍，所谓的航空摄影。这件作品真正锁定的是两旁的人，别人都挤在前面拍，我刻意挤在后面拍，他们被我逗乐。我瞬间按下快门，向山，向山，你那个最多人挤在那个山顶。对，这个是元旦的那一天，外国的元旦的，大家可以去去拍拍照，可以去接拍他们。我与街拍关系，其一，我拿着影。
要我拍下，大家都拿着要拍下。其二，我认识的人拿饮料给我，我拍下。其三，我不认识的老板拿饮料给我，我拍下，付出了，事先告诉他我要拍下他这个动作。请问哪个是接拍？以上皆非啊。须知，应者伤残者避免直接拍照。这件作品画面当中有老妇带着病儿的画面，所以要模糊，一开始就是视焦的刻意。街拍在界限上，当对象身份需要被保护时，适当的遮掩是必要的，画面不点敏感。街拍在界限上，会处于，我做个比喻，会处于未必能切身一片，能切身一片未必可以切河豚肉，河豚肉不可以乱切。街拍难度高低深浅不一，高难度的街拍必须明显是为高度艺术性质的创作而来。街拍，街拍一瞬间，一瞬间街拍可以留下时间的小孩，刚好他在照他镜，妈妈在照他自己，在整理他自己的仪容，没想到定照的是一个年轻的模特儿和家人。一瞬间街拍可以留下现象的小孩，出现一个奇致命期。一瞬间街拍可以留下空间的小孩，出现了不可能的道路。揭开历史新的眼光出现，看看窗外，有时是别人的窗外，看看窗外，并且揭开出一个全新的世界。揭开的技巧，揭开台湾的技巧余韵，不用每件事情都讲清楚，剩下的空谷足音留给想象，此余韵。余韵明明可以弄清楚的，但不需要，剩下的留给脑筋激荡，止于欲。接拍台湾的技巧加法，拍出背影当然美好，但将算钱的部分加上去，是浪漫的与现实的意外共存，此加法。接拍的技巧减法，只需拍出面夹面包的动作，不需拍出面容，此减法。放大，若不拍，不能让他知道雕像影子的巨大，此放大。女孩有美丽的眼影，只想拍出面容上美丽的装扮，此缩小。街拍台湾的技巧，联想，人们相约特定的地点见面，但特定地点有些符号陪衬，让观看者的丰富想象力活跃起来，此联想。接拍台湾的技巧补充，觉得某些臆测是可能的，但不用求证，让背景延伸出故事情节，此补充，浪漫故事在背景里面，当然应该是主观，我主观的主观超现实方式的创作，并置女士与前景图案当然无关，但重叠时出现新的画面，此并置。配音啊，火星文不解释就是 DJ 式啊。女孩骑单车经过渔船船号，此配音啊。可以知啊，监狱里不能喝饮料，但人一走出房间，狂喝起来，可见其中的想望，此推知。完形，人类大脑运作会根据经验法则，将不熟悉的景象经由类似经验尽自判读，不是透过你的意识，大脑自己会判读。路边出现野狗女王头颅造型影子，虽然明明不是，此完形。建构，通过摄影让不同种类的农夫加以合体，出现新的构成，此建构。投影，不用人事物一五一十俱在，只摄物出现即可，此投影。聚焦，相机有截取的天性，让画面中该瞩目的地方被瞩目，其余黯然失色。此聚焦。
截取。摄影本身有截取的天性，在复创立了截取之后，接拍也绝非接到的成本。接拍的对象虽是外在的，但趋利来自于接拍者每个不同个体。对每个个体而言，不同的内在会指引出不同的观看方式，即便对象来源完全同一。接拍摄影，接拍在摄影师里。接拍像新闻摄影，但不等于新闻摄影有自己的律则，是新闻人基础素养的摄影表现。接拍不是新闻摄影，当中没有新闻性，没有值得头版报道的事件与人物。反言之，同样在街上，接拍者若路过新闻事件的现场，他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持续接拍取向，维持接拍基调；二是改为新闻报道取向，深究事件过程。街拍不等于新闻摄影，警备车出现在国外特区已稀松平常，观光客亦然。里面有个观光客，白发日本人，白发日本人，对，一个男性，哦，两者重叠时产生新画面，刻意与新闻摄影混淆。若街拍无意间拍到正在发生的事情，该事情一样成为新闻，那就是意外中的意外，意外接拍到的新闻摄影。接拍像纪实摄影，但不等于纪实摄影有严格的规范性。除了摄影天性上不可能有中立立场这一件事情外，其余都必须尽量维持着客观性，不加有排除。但美学啊，一旦介入的话，客观性就会丧失。美学是主观的，有明显的思想凿痕。美学介入已是某种态度，由是传统的纪实摄影经常以黑白摄影为基调，不是反美学，而是减少美学品味的喧宾夺主。接拍者有眼下另类的观光客，想象自己在国外时会怎么拍？会拍得像纪实摄影吗？通常不会，因为国外街道上的人事物跟我们的关联不深，不会有追究的兴趣，也追究不了。除非是研究街道的相关事物的学者，但那就不是街拍，而是作为研究或者档案用途的文件摄影。街拍像在观光，但不等于，但不是拍国外陌生环境就是街拍。若无不期而遇原则，街拍是不成立的。然而，全国外都是不期而遇，这当中有什么问题？在国外街拍看似容易，其实不易啊。因为在遍地都是不期而遇原则的利多下，反而更容易失去主见和终究失败。街拍像在观光，但不等于。必须提醒自己，街拍本身是艺术行为，不必降临来为他人的艺术行为背书。街拍本身是文化表现，不必降临来为他人他国的文化表现来背书。在国外，街拍者既是观光客，更是街拍者。除非拍错方向，拍成观光旅游照片，一直拍一张国外的街头摄影家在表演，那你就丧失了街拍的心肠，街拍的立场，啊，你就变成帮人家在背书，你忘了你也是一个创作者。街拍自成一格，摄影诞生之际，其社会功能并不严肃，让摄影背负沉重的社会功能是后来的事。街拍就像咸鱼浮出水面，跟后方的盘龙的严肃对照。同样在街道上，许多人采取新闻摄影取向、纪实摄影取向、观光摄影取向、生活流影取向，却选择街拍。很显然，街拍是街头上诸多摄影取向的其中一种。街拍是文化行为。若产生高品质的街拍成果，则有可能成为摄影作品，甚至是艺术品。街拍第二例，台湾街拍有巧合，意外遇见可能是医院院长的人正在看自己的短片，他的面容看不见，却出现在他对面，
后来邱正是医院院长，我跟他聊了一下。真的是。台湾天下有小孩，巨大建筑巨大外墙，有接纳善待他人的圣经故事。巧合的是，前方也有永生报警处理的场景。后来求的是左方那个倒影，那个阴影教堂的牧师。客运停止的时候，车内乘客的头落入车外商标的轮廓内，耳机就像时针。
街道上的空间根据社会功能的需求而不断分割，层层叠叠的空间，柳暗花明又一村，挑起人类一探究竟的好奇。沿着月台看进去，火车上的人们正在休息，除了实际空间外，睡梦中的人们也进入了梦乡里，自己开启了另一空间。视觉性构图的文法，破镜即临场感，宛如亲临现场。城市里充满指示性透支，而社会也是充满指示性规则。艺术不按循规则而走，艺术存在的意义不同于透支在社会规则，在为社会规则而背书。艺术所能做的就是开启一扇窗，跳到另一个世界，给人喘息的机会。视觉性构图的文法，缔造人与人之间随时随地相互影响，物与物之间亦有缔造关系。除非光线熄灭，否则万物透过光是相互缔造的。黑白摄影不是关掉光，而是关掉色彩，只留下最明到最暗的灰阶。人们在洗车，越洗越明亮，灯管与车的缔造关系越明显。人与人之间越坦然，越能在对方身上留下影响。视觉性构图的文法，眺望，若中间没有阻隔，看远处一次看得清楚是瞭望，那么中间没阻隔，中间有阻隔是眺望。间拍不喜欢瞭望，喜欢眺望，而空拍喜欢瞭望，不喜欢眺望。眺望会撞人撞击啊。空拍机不能眺望，它只能瞭望。街拍、空拍两者有别。眺望有如破镜，同样让人仿佛置身现场，参与其中。街拍有自己的视觉性文法，每个街拍者也有自己的惯用句。视觉性构图的文法，眺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锁定螳螂也是一种眺望。这种眺望没有配角，螳螂与蝉都是主角，才能够成立的。画面总是像之字形，拐来拐去就是之字形的。而之字形也是眺望的一种。画者在画模特，街拍者在拍画者，一石二鸟。视觉性构图的文法，眺望，眺望是一种三角构图，三角构图。对于水平，水不水平的要求很高，越水平弯，杂讯越少，越能专心在对象上，越歪斜，宛如杂讯越多，越容易被画面的歪斜给干扰。同样是路边发生小车祸，警察拍车祸现场，有一个都在画面的距离的那个轮子，左边对。我路过也拍车祸现场，警察的档案不会成为艺术品，我的影像也不会成为证物啊。视觉性构图的文法，三角一旦形成，很可能就是良好的构图。当然，其他几何形、圆形、正方形等等也会是不错的构图。圆形是地外地球外最容易感知到的形状，仰望天空，不论清空或者虚空。都只能以一种形状形容，且非得形容时，那么就是圆形，就是圆心到圆周任何一点都等距，最为稳定的圆形或者球体。但三角形是地球地面上最容易感知到的构成，原因是重力关系啊，着实者多，突出者少，三角形语言构成。庙里常年工作的人员，年长工作的人员，爬高在。整理蜡烛，突出者少，平地上拜拜者多，着实者多，三角形构图容易出现。视觉性构图的文法，歪斜，后方的比丘尼在整理法衣，与前方的比丘尼遥相呼应，三角构图出现。越水平越无干扰，这件作品已经歪斜，
不是歪斜就不能接受，而是若让其更加歪斜，则歪斜本身变成最被侧目的部分，主题完全丧失。歪斜就是在挑战观众的视觉习惯，除非创作者本身的本意就是如此。想象一下，从进场歪斜到出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从头歪斜到尾的抢救人员大兵，或者即将上映的任何一部新片，给出一个歪斜版，大家能够接受的话，那就接受。但那是电影，摄影容许歪斜，是因为一张照片在相对上只占观众很短的时间去欣赏，且歪斜有歪斜的道理时，也是一种观者身临其境、作者心情的一种表现表述法。创作摄影也容许歪斜90度、180度，但毕竟实验性质很高，偶尔为之令人惊艳。若永远为之，等于倒着走路。歪斜颠倒看世界，当然实验性质还可以更高，譬如歪斜360度等于没歪斜或者最歪斜。视觉性构图的文法，虚实三角可以是实战的三角。三位女孩穿着同一场牌，颜色不同，但花色相同的雨衣，由此构成历史的三角形。视觉性构图的文法，虚实三角可以是虚幻的三角。街头的广告立牌，若要强调它，则可以以两时一竖的构图为之，中间是虚的三角。两石一树，两边是石头，中间是树，虚的三角。自由性构图的文法，一人可以构成三角形。人们移动脚踏车时，三角形会出现。自由性构图的文法，自由性色彩的文法，三个人容易构成三角形。若三人明显突出于周遭环境时，则三角形需要三个点，甚至不止三点，需要一体而非零散的线条，那个条件也会成立。雨天时，观光胜地出现了三角形。观光客穿着来自国外的雨衣，形式与颜色都与台湾本土的不同，而突出于周遭环境。若用三人结伴同行，则三角形容易出现。视觉性色彩文化，色彩，彩色照适合街拍，还是单色照、黑白照适合街拍，都适合。拍现场给它拍成彩色照，也是另类的色彩浪费的，黑白照就可以了。视觉性色彩文化，色彩，时下流行的服饰给它全面黑白，那是有仇吗？强调跟流行服饰有关的街拍，应该要彩色照才对。这些可以是街拍对象吗？一直唱打鼓啊，可以。一滴雨水很可以啊。街拍的花絮。他不是不要我拍，是他在讲电话，我要拍他被我逗的样子。他找到我的车，他就拿起个便条纸，然后边遮边笑，还要边讲电话，然后边躲着我啊。先拍花絮，对，我路过拍到有这个吃饭的主在咖啡厅里面转播，我就拍他，我不知道他是谁。应该是在拍实况，我拍路边的女士，她被我逗的样子，我快要过马路，对面的女士猜我会拍她，后来她猜对了，我真的拍她了，她笑出来，夜市里面的营业者，经常被拍。所以他也很习惯别人拍他。当我要拍他的时候，他一贯的笑容已经准备好了，他也觉得有趣。拍美丽的女士，他也笑出来。
虽然有一个口罩挡住，他是笑容满面。啊，我拍街头上啊，工作的人的，啊，拍啊卖笔的啊小姐，啊，有时候他们会跟我挥手，啊，有些人很有趣，很大方，啊，有时候街上在路面。有时候我在商店里面有一拍别人，哦拍这些场景，我一路拍他，从左边拍到右边，他被我逗得乐不可支，哦笑出来，我就把留下这张照片，一堆人过来，我用纽约拍的拍法，直接对着人家这样拍，瞬间，他们的美貌。捕捉下来，拍厨房工作的人，厨房刚好在巷弄内，友善的表情，这个两方去，还有抱狗的表情，女孩，拍路上的女孩，被我逗的。连那个饮料都来不及喝，拍他们在情侣在公园，他们有个很大的，有的这么大，直接让我这样子拍，因为我速度是非常快，所以他们很容易被我逗到乐不可支，会笑出来。接拍视频，趁老台湾还在，我们应该去拍它。趁老台湾还在，不管什么场景都值得拍。趁老台湾还在，赶紧去拍。色彩本身也是一个主题，台湾特有的独特的光源也很特别，不只是标准镜头。广角镜头也很好，鱼眼镜头也很好，都有拍上那么长的时候，这时候可以把神明跟人的关系聚拢在一起，什么都可以成为主题，趁老台湾还在，路上的人们，剪影的人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拍他们拍很久，然后一直拍，然后后来留下一张他的脸庞被那个烧金子的那个火炉映照的最红的时候，趁老台湾还在，黑白的影来拍一拍，没有人也值得拍，妙方管理的空间，放两件事。妙方无聊的平凡的生活也值得拍。我再分这个宗教的庆典结束，我再分那些肉的部分。我就路过这个拍一下。这老头还在。飞龙入庙堂，刚好烟起成一个龙。趁老台湾还在，什么景都应该去把它留下来，因为将来都不会再有。老台湾的一些感觉，现在概念是好像犯罪一样，好像是罪过一样，好像不对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看手机，所以看到你在看电视，我就很好奇，我就把它拍下来。本来就应该看电视啊，不应该看这么小的手机，已经坏了，时代不一样了。还是完全拍两件事，你看八点档，拍了三天，老台湾的一些感觉，不一定是老人啊，年轻人也有老台湾的遗传，三天也是也有的传统，看数字。
到台湾去南京，我很想看一下你的明星的唱歌。明星讲秦汉时代的那时候的壁画，那时候的衣服还穿得到大衣服，壁画还留着，那个年代的东西，现在去拍，那些将来也不见了。诸葛亮已经过世了，所以叶嘉放了一些他的东西在店里，我把它拍下来。海韵，我现在没有人会取这种名字的，就是古代的名字。海韵，老人在下棋，到台湾的一些感觉，到台湾的一些感觉，南无观世音菩萨，到台湾的一些感觉，一笑置之。最后一场过年换现金，老板跑过去了，跳楼大拍卖，这还有什么？国道车祸翻车，这么多。总之，这也是咱台湾才有的，有趣的这个庶民的这个景象。还有这热炒也是台湾的特色。烟一根烟啊，啤酒啊，再一个赌博性电玩，多美妙的结合。在拍卖的瞬间，可能拍卖了一只手表。把它喊叫，喝一罐再杀，这个在敏感地区啊，喝一罐再杀，小时候拍一下他们，适当的面容的保护是需要的，拍到了，我最后留意他，整个脸遮住的那个画面，他们那些感觉，珠宝，贵气的这些东西。珠宝，金银珠宝，永远都是不退流行的。早餐店，台湾早餐店世界最多。大家好奇的是，台湾有这么多的早餐店，如果是外国人来到台湾的话，因为外国人都自己做早餐，他们没有这么夸张。看到台湾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早餐，街头上面。台湾那些感觉，还有算命。到台湾那些感觉。冰奶，买冰奶，慢慢来结账，慢慢来递冰奶。谁最会挑巴辣？只有阿嬷才会挑，还知道买多甜，所以留下他们的影像。老台湾营业中，拍，到他的瞬间，保证甜的。绝对甜的，整天都是这个台词，一定甜的。他讲完那个样子，我拍起来，跟他讲什么？白饭，拍白饭，黑白就可以。老台湾影片中，拍挑那个豌豆的那个丝，市场上有很多动作都值得我们去拍拍，这样都会消失。不一定要老人的。这也是老台湾的一些感觉。老台湾以前从都端盘子，技术如此的熟练，这个年轻人不知道做什么，可能管东西而已。可是我还是把它拍下来。老台湾，对，他可能是那个摊开来可以做生意。老台湾以前从街头也有美学啊，最微妙的美学，还真像金字塔一样。讲得很整齐，人家有人家的美学观啊，人家很敬业，在卖东西。老台湾营业中，不是天天炸这个臭豆腐就不怕烫了，还是很怕烫的，即使手上戴着手套，还是很怕烫，脸还是要歪斜一边的。丢进去的瞬间，切番茄的瞬间，我拍那个刀子对着我的。我喜欢看人家在切东西，在切鱿鱼。算钱的时候，挂东西临时离开，
哦，先挂一下，免得东西被他摸走。哦，提一下，哦，我也很喜欢这个动作。哦，我可能也有点违背派的影响，我喜欢哦，平凡的瞬间。哦，吃点东西，哦，拍一下。哦，累到睡着了，卖完了，哦，还是还没收到，还剩最后一块肉，还是得想办法卖完。可是大家都不来了。好，等到半天，累到睡着，东西这么多，累到睡着，每天固定就是睡觉的，就不怕被偷，谁会偷这些东西进来？老台湾营业中，我很喜欢大家搬东西。我先喝一点水。效果老人不孙啊啊，这个社会的写照，孙子睡着了，孙女睡着了，还要护着他，还要扳手先生，啊，拍老人，啊，妙龄老人，啊，遇到我跟我很喜欢跟我聊天，那我就把他拍下来，我不认识他，第一次去对不对？他老人在看表，这个算主题吗？很普通啊。哦，老人看表这是算主题。对我而言，我最喜欢这种平凡的主题。老人一世界，啊，老人老人，啊，相对年轻的啊，啊，女伴，啊，他们的恩爱对我偷偷拍下来。新旧台湾的街角，带着妈妈到收购，哦，去逛，哦，类似这样的场景。新旧台湾的街角，哦，退休的老人，哦，还是参与志工的工作。新旧台湾的街角，一些小孩子，哦，还是家长会学习去带他们去，了解，哦，过去的玩意。好像这样子的怀旧的商品，哦，甚至于直接参与文化的传递、文化的传承，新旧台湾的街角，年轻人老人对照，无厘头的影像，无厘头，极度无厘头，未来的比特一堆。特别夸张了，这个女士啊，我们似曾相见，原因是因为旁边有一个服务生跟她长得很像，中间的，40万另售囚车，啊，货盘90几万，啊，宾士。球车不是啊，宾士的车，宾士的标志。无厘头的影像，这个自己看，很好笑。睡着不要人家看他，盯人家看。牛奶刚倒着喝，直接倒进嘴巴喝，倒出来喝，倒进嘴巴喝。无厘头的影像。
哎，他也确认，那这是我吗？哦，我就把它拍下来，路过的时候拍下来。哦，骨里头很像，是在模仿把人吸起来。吸起来。老角度。台湾有一些老小动，有些老人的活动，老小动，敏感的地点就要保护它，老小动敏感的地点要保护，老小动，应该到这边就结束了，好，谢谢各位。好，我们。时间抓得好准，我没想会看到这么多照片。那所以我们现在还有将近20分钟啊，事实上大家可以讨论。所以有没有各位可能有什么要跟老师提问的，或者有什么要回应的，或者要分享经验的，还是已经看大家来等一下。你有举手是吗？好，那就先你们两位，好，你先。我想请问老师，就是你刚刚那几张，有情侣的啦，有女孩子，你是刻意去逗他们的那个一瞬间才拍下来吗？还是你是跟他们闲？因为接拍应该是没有，应该是不经过沟通就动作了。是。OK。用眼神，我用眼神跟他们沟通，没有这对话。是你的眼神传达是我要拍你。我眼神会逗人家笑。所以他们就笑了，所以你是等在那里，想拍想拍，就是你其实是选定一个角落等在那里，就是按。倒不是，我经常是，接拍有两种，一种是手速带动型，我通常都不是，我都是，我不回头的，失败就失败，我不会回头去重拍，我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是机会永远都存在。可是路人看到你拿个单眼在手上的情况下，我会这样子，类似这样子，我会看情况。OK， 了解。有些因为人看多了，有些是友善的。OK， 他们会知道你要拍照，那我就让他知道我要拍你，可是我还不拍。我瞬间拿出来之后，他就笑了，类似这样的方式。了解，我觉得你最经典就是那个有一个人准备要拍照。有一个从下往上，就是他接你的相机那个一瞬间，我觉得那张是最精彩的。谢谢。那还有想问一个跟街拍有关，就是我刚刚想到一个最经典，就是二战结束在美国那个纽约时代广场一个最经典的一个是一个水手，对，然后去拥抱一个牧师，是，但那个是。经典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可以用它来代表是街拍的一种表现吗？那个也算哦。那个摄影家他从二战的时候就一直在拍，很多影像都是他留下来的，例如墨索里尼被人家称为小丑，意大利的独裁者，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的经典的照片像小丑一般在演讲，就是那个同一个摄影家所拍的所以他是一路从新闻摄影拍到街头上去，但是他的拍摄的那个新闻性很强烈，新闻性很强烈。他知道他那个作品是要作为二战的终止的一张经典作品，他比较严肃的街拍，他比较严肃的新闻摄影，偶尔街拍到的画面。那有些街拍是偶尔拍到新闻的摄影，新闻的画面。那他也搞是新闻记者然后偶尔街拍到这样子的终战的一种。有美好的结局这样子。那老师你的拍摄通常是街拍，不就是街拍，不是要把它变成新闻，或是我不是新闻工作者，所以我也不懂得怎么拍新闻的东西我也不是一个报道者我也不懂得报道摄影的这个人道的这种方法的东西我只是一个纯粹的一个街拍者。但是因为刚才一开始有介绍西方街拍的人文精神的这样的起源，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街拍在台湾应该推广，因为它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一个最容易接触的一个方式。好，谢谢。那么后面那一位。
师，我想要知道，就是你拍了这么多人啊，那有没有就是被你拍的人，然后反问你说，你拍我的照片你要干嘛？没有，因为我速度实在太快。就好。不是吧？我就找我的市场拍一下，就不会发现，我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哎，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留在历史的画面里面。发现的都笑了。发现的是因为我故意要让他笑。Okay. 我就因为我背的东西，你看有很多的相机。我会这边背一台，手上再拿一台，有时候还有第三台。所以别人很容易看到我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工作者，他们知道我是会拍东西的，然后他们也会看我在拍什么，那我会锁定特别有趣的人，我都开始盯着他看，跟他眼神开始互动了。那你带好几台那个是道具吗？还是你跟因为不同的情况抓出来拍？哦，接拍，有时候需要防墙，有时候需要标准，有时候需要接戏，就是有时候会有。突然出现了小昆虫，你想要接戏，你来不及去转。如果要拍的那些美好的瞬间，都必须额外的一台相机，从头到尾都是接戏的镜头。一台相机从头到尾都是广角的镜头。但是这些相机总数加起来还是不及一台昂贵的这个高阶的相机。那我因为是接拍者。所以我不买昂贵的相机，我宁可拆成三台，三台便宜个三台，我也要一台昂贵的很重，这样提高我的拍照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动性。好，那麻烦你，我问你，那边，先请教一下，这个年代会不会涉及到肖像权？好的，肖像权在台湾还有肖像权在法国，肖像权在日本，在美国有不同的这样子一个标准。日本其实是很严格，日本其实是很严格，美国是很松散，美国的摄影家跟律师一样多。律师有40000人，美国的摄影家有40000人。肖像权，如果举一些极端的例子，待会再回到你的问题。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摄影是跟民主一个地方的民主不民主是有关系。北韩不可能有接拍者，美国一大堆。那肖像权在日本，是经过好几年还在争议不断的情况下，跟肖像权的主张的对立点是。创作权，日本的摄影家们，他们主张创作权也不能被抹灭，否则一国的文化能力会衰退。日本的摄影家们很多都是接拍者。再来就是过去的历史里面，这些的摄影的过程当中，所有的经典画面全部都是未经对方同意的。那我们对于肖像权的定义能不能与时俱进？我们随时都被窃取我们的。影像路边，随时都有卫星，随时都有像都有摄影机。在肖像权高涨的年代，还是底片机的时代，但是现在是全都是数位网络的时代，影像已经随手可得，影像已经频繁到大家都懒得看了。所以我不主张乱拍，但是我也不主张。严格的规范，因为毕竟我的立场还是艺术创作，所以那我的折中的点是在于你如果要拍街拍，你最起码一定是艺术作品，如果不是艺术作品，都不算是好的街拍。但是如果我没有角色讲这样的话，我没有角色去规范别人要怎么样的街拍，我只能说从我的角度，我只能做这样的逻辑跟你报告一下。有其他朋友有问题或者要再请问老师，刚刚你在有几个动作，我看你有没有看到几个你的街拍特色是，比如说有手部的动作，就是它是一个正在，它不是一个静态，它可能你可能聚焦在一个，或者小朋友在专注一个什么东西，或是
它有个对比性，那那个是你想去凸显他们那个动作吗？还是说那个是幸运之神降临在我的手上，因为我常常接拍，我看到有些动作有可能成为好的画面，我就相机直接拍，因为我动作实在太快，相机就直接拍，回去再看的时候全都成功，就是您今天所看到的一些画面很多的都是成功的。比方说别人在打喷嚏，我一拍，但我兼顾美感，兼顾创作性，不是拍人家丑的，是拍人家有趣的那个瞬间，所以您看到全部都不是丑陋的画面，全部都是有的甚至是唯美的，这就是每个接待者他应该要知道说，他如果今天放一张不雅的照片，他的信用会降低。那今天而且信用降低，没有人愿意那样拍。那我今天拍的全部都是美上加美，唯美的。如果是走这样的取向的话，别人就愿意了。别人了解到说原来我拍的是这样子的成果，他们相对的他们就比较愿意。如果他们知道他们被拍的话，我讲的是就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这就是每个接拍者他自己要自律，他自己应该要对接拍的了解要再提升一些。我想再接着这个主题往下问，就是说前阵子那个 Steven 那个你的最后一个问题，那个阿冠少女那个在那个他们当代艺术馆有个展览，那看了一些他的作品，很多的部分是跟手。跟邮票老师你们去看那个展，他的特色就是手怎么出现。那另外一个比较跟，因为正好那天是策展人在导览，那他讲了一个他跟摄影师在接触的过程，他觉得摄影师很喜欢拍那种作品里面能够展现那个逆境中求生存那种很正向的那种照片。那老师有没有试着也把这样的东西，把街拍里面再去抓住这样的主题？那个就是道德摄影，对人性的提升，对人情的关怀，对人道精神的主张是很明确的。很多的记者，他们都是报道摄影的好手，这是他们的领域。我大概没有这个能耐到那个程度，因为他还有深度的报道。我如果只是随意拍一拍，那我是在消费别人。我很少去拍这些作者，是原因就在于我没有办法用一个卫生的方式去假装关怀。如果你真的要关怀，你一定要停下来了解他，甚至于有一个记者的角度，但是我没有这样的训练，所以我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好，还有朋友有要请稍等，最后一个问题了吗？我是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在目前台湾的摄影界啊，对于街拍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流派还是这种风格的发展是怎么样？是已经有一个流派出现，还是说事实上还刚萌芽的？那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团体还是摄影家有在做这样的街拍的介绍？不管是推广还是什么？我相信相当多的人都在街拍，而且街拍在台湾的历史就跟街拍在台湾摄影的出现是一样久远的。但是专门研究街拍专门去研究这个街拍的这个过程应该还要跟应该有人应该要去做。那很多的街拍者他们其实都是不是真正的街道摄影家，他们是新闻摄影、报道摄影家，他们拍很多新闻照片，他们的态度是比较严肃。他们不会拍这些超现实的东西，所以在街拍的历史过程当中，我一开始就说了，超现实主义在柯德兹，或者是单纯的人文精神在阿杰的作品里面，这两个都是街拍最本源的部分。而报道摄影、人道精神，那个也是街拍的，那个部分不在最核心的部分，那反而是不是街拍摄影，反而是报道摄影的核心。人道摄影的方法是报告摄影的核心，人道精神的方法，或是求真求实，那是新闻摄影的核心。但是街拍不受这两个核心左右，不用求真实没关系，
不用求人道精神的关怀没关系，你可以求创意的表现、有趣的、无厘头的这个部分，最轻松的部分是接待的本质，就好像阿杰的作品，就好像柯震这个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一样。好，谢谢。好，那我们再掌声，谢谢刘老师。